业吗？这里是1206，空调坏了，赶紧给我找个人过来修一下。什么？师傅都出去了？我不管，现在您马上给我找个人过来，快点。服务效率有提高吗？这么快？你是修空调的？师傅，里边请。你平常空调都开多久？我惧怕热，进不到24小时开着。嗯，你太不环保了。你的空调在抗议。小姐，你别开玩笑了，空调积极的抗议个屁呀、啊！这台还是我上个月刚刚新买的。这样就好了。修好了，它动了。那它到底哪里坏了？刚刚就说嘛，它在抗议。你对它很不好，又不让它休息，它嫌它不够。你当我三岁小孩子啊？算了，反正空调我修好了，管它哪里坏了，你走吧。都有错觉吗？这傻小子跟你说什么你我明白吧。讲课3:10快到了。谁啊你？我是 Mario。哎，走了走了走了，夏日甜心一定要看。喂，现在你有没有觉得凉凉的？哪有，但你让我觉得凉凉的。遥控器说要跟你谈一下。我让你过来修空调，不要跟我装神弄鬼的好不好？对不起，吓到你了，别生气，别难过。我已经懒得问你它到底哪里坏了，还有你究竟怎么修好它的。谢谢啊，你可以走了。都有错觉了。
准时。算个什么东西，老子对你低声下气已经够了。DIY 先把电源插上，我靠，白痴吗？什么牌子？电话等了好久，你刚刚是不是打了他，还踢了他？这家伙活不好干，还真的告状了。我是不是小拳两下了？谁叫他发脾气乱罢工？你可不可以不要对他这么凶？你的意识在哪？下了吗？拿着。你如果不帮忙擦，空调恐怕不会好了。你要轻一点，温柔一点，让他感受你的真心。少啰嗦，老子放下自尊帮你擦就不错了，还管我真心假意的。好了，明天3:10不会又坏了吧？跟老子来真的，是不是？没想到这辈子我就这样热死了。在这儿，什么情况？有人打电话到单位投诉，说你这个房间热气一直往外冒，我就只好过来了。这么说，我没热死了？嗯，空调帮你修好了。对，空调，真的很邪门啊。每天3:10准时坏掉，然后你一来他就好。你们两个是不是有什么挂钩？嗯，是有点挂钩，没错。我进来以后跟他聊了蛮久，说你这个人脾气坏了点，人品差了点，但也不是什么真的坏人。好，停停停，我跟他说，你啊，听好了。最后一次再跟你说，你要再私自罢工，我立马让你滚蛋。都是你啊，搞得我们神经病一样，怎么去找女朋友？你干嘛这么看着我？
好冷啊。真是可爱。什么？你是？为什么我一讲到女朋友，她就那样看我？她说什么？说可爱？她是喜欢我了吗？一定是。但是，为什么那一瞬间，我感觉很凉，但是又凉得水水不服啊？然后卷卷的头发，有一个，他们现在哪？修了，具体去哪我也不知道。好，谢谢啊。没事。怎么了？空调有问题了？没有，空调很好啊。可我就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，我总是想找到你，就想得到点冰冰凉凉的感觉。我是哪里不对劲了吗？难道我也坏了吗？他没有坏，你也很正常，你只是喜欢上了我而已。
服务效率有提高吗？这么快？你是修空调的？